南投县桂新乡的江埔种植的面积太过是九公顷，大部分都会用有机来耕种。农会每户头农民成立三小班，桂新乡今年头一摆是提拨姜黄物，是报名参加南投十大创新表现的发通，就得到第六名的好成绩。一道农民就知道亚红的新型作物是有以后的发展，每当初前来研发其他红的产品，希望做得到国新的优质姜黄打开市场。把姜黄从家己用钱美食，特别将个金香切片含香皂，添满将个研究本，故乡向姜黄产销班中中风扬，历两年多经验真的研发各种的姜黄食品含饮品，农会嘛替农民争取赚少的机会。各家族都会面啊吼，蛋卷啊，该都会吼。本人经营的吼，多元化经营安尼吼，啊有生意的是咧，阿妈有太人做得用的吼，安尼发展咧卖时间吼，会较有多元化。国信乡有更好的产品，姜黄啊、咖啡，还是说梅子的系列，就是可以带出让台湾人跟外界可以知道我们更多更好的产品。故乡姜黄产销班年产量差不多90公吨，认为产品物类物多面，包括姜黄粉、龙眼、台面和茶菇等。虽然农民经营真咧清晰合在种品种，目前除普选、粉、芒、柳三个品种，希望将来调整产区，稳定供应市场需求。主要因为讲上位，因几年头天会出啦吼，你啊寄出的时间吼无同样，啊所以你啊品种来种两种、三种吼，比接得多来。啊，漳州发土讲吼，唔会讲有诶时间吼，有啊无诶时间就无，安尼都会囤货安尼。随着用心保健的思想，姜黄变成了今年面料真好的商品。故乡向姜黄产销班成立七年来，主要是推广有机生产，希望每种个个开发个较多样的产品，对消费者面料安心，更加是物离分去南投报道。